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下午呢，因为我们这里有下雨，因为我们这边有遇到台风所以我们这里都有影响了，因为都一直下雨。然后今天下雨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可以去进行无花果高压。因为我们觉得一般天气下雨或者下雨之后呢，我们进行高压非常的顺利，因为那时候无花果的枝条的皮上面都还在湿湿的，水还粘在上面，这样子我们进行这个高压非常的成功，然后长根的时间会越快。这边是一些盆栽下雨之后呢。就发展的相当的快，可是下雨天也有一个不顺利的，就是可能会有出现一些酸雨酸雨可能会把我们的无花果的一些冰型，比如说是铁锈症会出现比较多，今天顺便做这个高压的准备。备再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铁锈症的问题一般呢，这个铁锈症的，就是经常遇到特别是下雨之后会出现比较多。一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铁锈症？因为一般像我露天种植这样子。铁锈症会出现比较多，因为经常受到下雨，有些时候是我们有看到叶子的部分铁锈症的斑点这样比较多的话，又下雨的时候会带很多酸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类似这种。其实这种铁锈症的科治呢到现在我还没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，我只能是每次下雨之后呢，然后我们会使用一些养椰子的那种肥料去养，或者我们可以施肥，让它的这个椰子发展，然后有更多的那种叶绿叶绿的含量会这样会保护我们的这种，当然是我们如果在棚子里面种的话，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用想很多，因为有一个空间保护。可是像我，因为就是露天种植所以我只能使用这种方法，要经常露在外面的这些都不好处理，因为天一直都下雨。像我们这里这段时间都是一直下雨，所以有很多叶子的部分就会出现铁锈症，而铁锈症长的话，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叶子弄坏掉，然后甚至到最后叶子就会掉落，会落光所以我们这里冬天还没来之前呢，很多椰子都已经为了这个酸雨的因素，把这种椰子部分弄坏掉了这边我今天呢在做一些高压，趁下雨天呢在做一些高压。平时呢，就是干燥的时候，是我们这些也要做了可是对于我来讲，下雨天更要去做这个高压，因为在下雨天的时候长根的速度会越快，效果会起到一个最高的。所以我们的无花果呢，有出现铁锈症之后。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方式，当然是能覆盖一些东西上面，不要淋雨，或者有些盆栽可以带到没有
碰到雨水的地方，可是像我露天这样子，我只能后面的再补充一些叶绿的含量那种，或者早些啊，可以哈、啊、养护啊那个叶子的。哦，今天我的视频呢，先跟大家分享到此为现在呢，我就是在做一些准备一些东西，准备做。高压趁正在下小雨的时候而今天呢，就分享到此为，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给我留赞、留下评论和订阅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哦。